现在天呢又凉快一点了，可以在庭院里稍微吃吃喝喝了。前段时间太热。晚上老婆呢给我做个京酱肉丝，然后卷几个饼吃。我们坐在这边等吃就行。今天早上也累坏了，去吴江那边逛了一圈。吴江那边现在商场也真多，在吴江那边一个街区那边有三个商场，分别是那个爱琴海，一个万象汇。再加上一个五月，那这个太牛逼了，这个配置啊！吴江房价也要25000喽，也不便宜。我今天去看那块地方叫什么梅宜路啊，就在吴江新城的最核心的地方，它边上的房价都是25000-27000的，而且户型都不小，买一套也要300万左右了。我现在肯定要再有多余的钱的话，我肯定不买房子，我肯定炒股票。一年炒股票呢，50%的利润收益总会有的，小心点做的话，对吧？没必要去买房，房子可能你5年都涨不了50%。谢0628办卡，就是铁子们，我今天在问群里的一些铁子们，就是最近有人要这么过节要出门嘛，他们好像出门的比较少，说太急了。铁子们要是因为我现在是江浙沪一哥嘛，江浙沪基本上能去的景点我基本上都很熟悉，最近没干嘛，就在这边带着老婆在江浙沪这一带在玩呢。铁子们要是想出去旅游的话，我可以帮大家答疑解惑。跟我一起做的50%一年都是非常差的成绩啊，像我们群里的有几个大哥，基本上到现在为止今年已经资金翻了2%左右了，基本上就是到今年10月份之前吧。真的就是你悟出悟到了，有自己的那个操作体系了，基本上一年都是1.5倍到2倍左右的收益，而且投资都是几百万的那种，所以他们基本上不大会买房，因为觉得买房亏，收益远远没有股市要来得多啊。现在股市还不算好了，对吧？越是震荡是越是赚钱。所以你看，我现在在直播间里都不大愿意聊股市的事情，自己赚钱就行了，没有必要去跟别人讲。
哦，秦长卿帖子来了，雅道好，雅道好。我在群里跟帖子们讲啊，就是现在好像是速成的那些熟食啊卖得很好，就比如说山姆里面有一个最近有一个新品叫什么牛排呀、啊、我就看看啊，惠灵顿牛排，山姆里面有那种速成的惠灵顿牛排，回家加热一下就能吃了，卖得很好，199块钱。然后盒马里有卖那个爆汁花椒鸡，也卖得很好，就是都不大愿意，都愿意花钱，但不愿意花时间自己家里做，都是速成的熟食。我们现在做的票，我们专门就是现在盯着就是翻个两三倍的票做的。1%-2%涨停板也不怎么在意了。现在我们专门选股的那个思路啊，都是翻倍以上的票的选股思路。那你不要套我话啊，这种技术方面的东西呢，一般不外传的。好了，还有什么不？没有了。对，那我去收拾一下，你先去吧。我老婆帮我京酱肉丝弄好了，就是卷饼啊。今天中午看到一家店是专门做京酱肉丝的，还有云饼。那个云饼啊，10张要42块钱，哦，十张云饼要15块钱，贼贵。京酱肉丝要42，那么吃一顿的话，一碗京酱肉丝42，再加上云饼15块钱。然后就要多少钱？42加15，弹幕帮我加一下，42加15，50几啊？反正50多块钱，我其实已经算出来了，这个数字啊特别简单，三位数之内的加减法、啊、基本上是手到擒来，但是为了给帖子们发挥的空间，由弹幕解答吧啊。所以自己家里做的话，10块钱都不要，5块钱吧，就两个鸡蛋，几点面粉，几根肉丝，5-6块钱就都搞定了。你们不要套我话啊，就是那种你如果收益率低，那是你的问题，你没有好的选股思路。翻倍票都有翻倍票的独特的选股思路，但这种思路呢，包括战法，不能够经常外传的，太多人做了就赚不了这么多钱了啊。但是你不相信的东西呢，不代表不存在，好吗？啊。刚说到哪了，就是那个现在外面钱都不好赚，但是有些地方的钱还是挺好赚的。我看他们卖那个几个鲍鱼，5-6个鲍鱼，就是外面卖8块钱10块钱一个那种小的，然后再加一只鸡，那种鸡估计也就40-50块钱那种鸡，二黄鸡还小的那种，就能卖199，真空包装的，帮你做好那个叫这个花椒鸡。花椒是什么呢？花椒这个东西呢不值钱，就是鱼肚，知道吧，鱼肚鱼瓢。哎呦，就鱼瓢这东西值什么钱？一点都不值钱。哟，这还不是咱一董兄弟来了吗？就是那个一董兄弟，你弹幕你是咱们大家都熟悉的人，你不会说假话的。铁子们不相信，我们现在群里。选股思路都是翻倍票，是不是？就这几个礼拜做的票，就是多少个涨停，我们在做的你都清楚。我们在做的那个，对吧？3-4个涨停都是小意思，你跟铁子们说说，别让他们不相信。哎，我们有专门的那个选股思路的啊，翻倍都是小意思啊。
那一等说那个亏了50，跟着我们亏了50个，亏了50个，那是你跟着美洲狮那个做的，对吧？美洲狮拍拍屁股就那个了，就那个就是就不理我们了，对吧？但是我们自己做我们的啊。然后这两天呢，就是外面今天下午啊，就是外面已经高速都已经开始堵了。明天呢，后天呢还会出门玩玩，我会找一些小众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去玩玩，人挤人的地方我就不去了。啊，天天东南亚度假生活啊，这个都是小意思。我最近去了江浙沪很多景点啊，给你们推荐几个。观感最好的其实是南北湖。南北湖现在是不收门票费的，就进去你不要付钱，你只要不登那个最高的那个叫白云阁啊，就不用付钱的。然后带点吃喝的东西啊，带点什么帐篷过去啊，露露营，有山有水有湖，还可以登山，登个鹰巢峰，登个白云阁，哎呀，那个景色真是太好了。江浙沪内地那一带那边景色是一哥。然后呢，我先吃饼啊。哦，哇！我就想想啊，我先吃啥呢，对吧？京酱肉丝，对吧？京酱肉丝嘛，就是有葱白丝、大葱、小葱丝，那再弄点萝卜丝，萝卜丝也好啊。然后那个京酱肉丝，然后再卷两张饼啊。我今天先吃一点啊。对，登鹰巢峰啊不要钱的啊，免费的。登上白云阁就要钱了，景色呢是白云阁好。那没院子呢就特别那个稀罕院子，有院子呢其实也不当一回事。你看我这整个夏天啊，从7月份到现在院子里基本上没直播过。为什么？前段时间嫌那个天气热就懒得出来。啊，早上呢，一般就是有空的话，就带太太去江浙沪景点逛逛，什么去西湖呀，就有帖子嘛，就是很稀罕，就是去什么莫干山西湖啊，去莫干山西湖我都是当天来回的，特别1个小时就到，莫干山1个小时就到，西湖1个小时多一点。确实，前两天刮大风嘛，我第二天早上看一地都是那个落叶。后来让我老婆打扫了院子，我现在不打扫院子的，为什么呢？有点比较迷信，就是这个落叶啊，一旦落地以后，它就发黄了，发黄了就是有点像黄金，黄的金黄色的树叶，我把它扫了，这不是相当于我把那个我的利润、我的盈利啊，都扫地出门嘛？就有很多像过年的时候是不能扫地的原理一样，所以我一般呢，我都让我老婆帮我扫院子啊，这里面有它的道理啊。以前啊去莫干山可难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莫干山的时候是开车开了有3个小时，开车开了有3个小时啊，真的想想就是还好是当天只是去没有回，3个小时开着脚都抽筋了。现在去莫干山太方便了，1个小时都不到就能到了。过两天想去莫干山，其实莫干山没什么好玩的，你们要去玩莫干山的话，真的莫干山上了山没什么好玩的地方，就是有几个那个建筑物吧，以前老蒋的有一个别墅，毛主席就是下榻过的，就是待过的有一个公馆，其他呢没什么好玩的。倒是山脚下有几个村子，倒蛮有意思，什么渔村啊、仙潭村啊，这地方还可以。山上没什么好玩的，山上的景色说实话，有山但是没水，没有湖，还不如去爬南北湖呢。海盐那边南北湖啊，金庸故居那边风景相当不错。
白酒啊，白酒虽然不容易，但是我看一下会好的，短期承压。有如果那个短期没找准位置进去的，那就耐心再等一等，对吧？是一波比较大的调整，但是长期走势没有太多的影响。酒这东西呢，你放心，对吧？咱们民族要振兴啊，还是得靠喝酒吃药，这是没毛病啊。那个先把那个肉丝的放上，然后呢，我就特别喜欢吃金葱，来几根金葱，金葱拌一下，然后呢，再放两根那个葱叶，洗过的啊，洗过两根就够了啊。然后呢，一两根胡萝卜丝，一两根白萝卜丝，今天买的白玉萝卜啊，特别好，白玉萝卜。这种饼啊，不用吃多，晚上吃三张就饱了。然后呢，为了清口呢，可以再来两根那个黄瓜，两根黄瓜啊。然后晚上灯光有点暗了，灯光有点暗了的话，来个补光灯啊。在外头吃啊，这么卷一桌啊，要得57块钱，42京酱肉丝，15块钱10张饼，自己家里吃啊，10块钱都不要。就小饼这么一卷儿，哎呦，这滋味啊，它就特别棒啊，小日子有滋有味儿。今天中午呢，在外头我就没怎么吃，去找了一家那个苏式的小吃店吃了一下，就是苏州的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生煎店，就吃了苏式的生煎。苏式的生煎比上海生煎好吃，小杨生煎啊，什么东大祥生煎啊，都是太油腻。苏式生煎里面的汤啊是甜的，然后呢皮呢是发面饼，发面皮子。像小杨生煎啊，它的皮是死面皮，就为了要结实，里面的汤要多，特别油腻不好吃。苏式的生煎好吃，啊，苏式生煎，哑巴生煎，哑巴生煎是在那个叫什么的关前街那边的吧？哎呀，在关前街那边的啊。铁子们，我炒股啊不是为了赚钱，我跟我群里铁子啊很多都是股痴，就好玩这个，就是我们的炒股啊为了提炼自己，修炼自己，提高自己的技术，看准啥涨就重仓，涨了以后心里很高兴，因为我的认知对了，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听明白，这不是装逼啊，很多人炒股他都是为了赚钱，如果你炒股是为了赚钱，你很难把这个操作做好。我们就是买点买卖点卖，为了践行自己的理念，为了践行自己的操作操盘方法。然后呢，赚钱仅仅是你做对了顺着市场做的一个副作用。就是玩，知道吧？味道太好了，我老婆做的京酱肉丝倍儿地道。哎呦，要加些糖。然后下次有空给你们直播一下，如果把京酱肉丝做好，那京酱肉丝太棒了。以前我们直播过，应该有录像。然后最近迪士尼没人去的，前两天迪士尼就是小矮人过山车啊，只要5分钟排队。因为他们喜新厌旧，都去北京的那个环球影城了，就是环球影城开了一个什么，里面有什么哈利波特呀、小黄人啊，还有什么以前环球影业公司的有一些片子的那个影城，类似迪士尼的，然后他们都去那边。去那边环球影城有没有铁子玩过啊？你放大葱还是小葱？大葱要放多，小葱放2根。我放小葱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呢？小葱啊不容易消化，你要是肠胃不好，明天拉出来还是那么一段一段的。哎，咋了？那不是
啊，那是新鲜的，我就是你尽量用酒精擦一下。没有，我这太油了，我这擦一下手。对，咱们直播间帖子都是这样，股市几万几万的赚，但赚到了钱咱们不花的，有急用的时候花一下，对吧？我们对于生活啊，就是能省即就省，因为什么呢？靠物质提升的生活的品质，其实都是短暂的，这种叫物质享受，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享受啊。那这两天铁子们都在群里说要什么换 iPhone， 他们我看他们都是一年换台 iPhone， 对吧？但是每天呢都是忙忙碌碌，也不闲着。我就说你没事买这 iPhone 干嘛？一个 iPhone 万把七八八九千块钱，他们还要买最贵的那个 Pro 的大屏的那个。我说八九千一个手机，你还不如要你这钱赚出来要半个月一个月吧，你两个月不一定能存下这九千块钱，一个月存4500，那你不如放自己两个月假，多舒服呀，对吧？就太追求物质享受了。我们大通卷饼啊，吃的贼香。哎，这个绿萝卜不甜，没有这么难。你看，我基本上是5年换台手机，我老婆6年换台手机。差不多。为什么呢？我手机上没有游戏的。我手机上有游戏。我老婆手机上有几个游戏，一旦你玩游戏啊，浪费时间，然后呢，你的手机啊就会坏得很快。所以我用苹果。嗯。铁子们千万不要被消费主义洗脑。你消费主义给你带来的快乐往往就是非常短暂的，就像吸毒一样，你不要去碰这个东西。通过我们减衣漏食这样的生活，你还能获得快乐，才是长久的啊。然后晚天黑了啊，咱们开个灯啊，开个灯啊。就比如说我买车，这车省油能开就行了。那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得兼顾小钢炮，对吧？所以我买 CHR 高速小钢炮。这车身啊本来就是 Tenga TNGA 结构，但是车身又小，后窗玻璃又窄。有很多人说啊，它那个后窗怎么像一个牢笼一样呢？它就是。对吧？大面积的都是那个钢条结构，这样的话就是，对吧？它后面就是，虽然玻璃少，但是它安全呀，对吧？它牢啊，对吧？哎呦，所以很多帖子就喷啊，这车说什么窗小什么的，安全啊。对对，后窗是个三角形的。所以我酒店刚开业了，是我们小区开的酒店。一栋要是有空来玩的话，住2天玩玩啊，别的没有啊，带你周边玩玩，管几顿饭是有的啊。电不要电的，我们这边不要电费的，我这个人特别实在，对吧？就有一说一，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充电的，不用电，直流电啊，那电费几乎是等于零啊，大家不要因为要给我刷点电费来破费，没有必要的啊。就你更喜欢就是卷小葱还是卷大葱？小葱味道少，所以我喜欢卷小葱。大葱味道有点辣，味道好，有点腥，有点香辛的味道。辛辣的味道。对，我就喜欢这个辛辣的味道。那么我开 CHR， 你问我啊 RAV4 对吧？我又没开过 RAV4。啊，铁子，你这脑子是不是不大好使啊？但是我还是推荐大家买 CHR 啊，两个人的话 CHR 特别好。萝卜放了2根，你看
再卷张饼啊。很多韭菜他搞不清楚，他只知道追高追高，到了顶上他还追，他其实是踩的顶，顶一旦过了，后面就是大滑坡了。所以不要怕高，但是你得分清楚什么时候是顶，是顶的时候该撤还得撤。今天中午啊，我在那个吴江那个这些地方的地名我都搞不清楚。那一圈太湖这边上有一个地方叫吴中，有个地方叫吴江，还有个地方叫吴兴，对吧？都是属于古东吴的。我今天去的地方呢叫吴江，吴江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挺有名的那个店，叫什么喜什么楼，名字我就只说两个字啊。本来中午想我老婆说想吃点心，后来就去那个喜什么楼去吃，结果我一看那个大众点评的评价，那个评价里说什么呢？说这个店里面前两天有人吃烤乳鸽，结果第二天就食物中毒，他下面还拍了那个医院的那个。过两天呢，就是再买次那个梭子蟹吃，在那个这个这一个礼拜再吃顿梭子蟹。虽然这梭子蟹基本上今年梭子蟹过段时间就要逐渐下市，要改吃大闸蟹了。我不去西双版纳，那这得考察。我现在在考察西双版纳，那边就是有点都是傣族啊泰式的风格。还有亚洲最大的夜市和小吃市场，那也真的是很爽。你今天肉丝也不错，这肉丝挺肥的，挺好的。当然。你用什么？用那个五花肉片吃。哎呦，你这太浪费了。自己吃当然吃好的呀。我靠，好的。我老婆用的那个黑猪肉，那个就是烧烤的那个黑猪肉的肉片做的那个，我怪不得吃这个。平时炒着吃，煎着吃也是吃。这个肉丝怎么这么好吃呢？肥瘦相间的，那要是普通的肉丝，绝对没有这个味儿啊。自己吃好点，正常没毛病啊。对，这口感特别好。嗯，又香。我再说一遍啊，做投资不是为了赚钱的。如果做投资是为了赚钱的，在利益的金钱的驱使下，你会产生恐惧，会产生贪婪，赚了想赚更多，亏了就想止损，你的操作就会失真。因为你的心里太在乎这个钱了。我们做投资不在乎这个钱，我们只在乎我们平时掌握的技巧和知识，炒股的逻辑，包括自己操盘的套路和手法是不是正确的。就是如果今天我亏钱，其实我无所谓，但是只要我今天买点买入了，卖点卖出了，我的操作没问题就行了。最难受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认为的实际上是错误的。我们玩投资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渐行渐知自己的操作理念啊。都忘了跟你们说了，都快都忘了放黄瓜了啊！再放两根黄瓜。你越是这样，到时候你临就是碰到大跌的时候也不慌，对吧？像前两天大跌的时候我都在慢慢的吸筹，对吧？前两天大跌的时候我都料到了这一波大跌啊，跌多少点位大概我都是料到。我前段时间我本身是料到要就砸到3610点，没想到最低有现在在3590点，我差不多也就差个20点，我是料到这一波的。
所以呢，我既然知道这一波呢，我提前呢就走了，对吧？高点都已经跑了，因为我知道那是高点，那是顶点啊，那是顶，并不是高啊。所以前段时间呢，前两天呢，就是略慢慢的在吸点筹，但是考虑到呢，在国庆效应呢，所以呢，现在那个仓位并不重，等到国庆前两天我再看一看啊。啊，铁道我不再加薪啊，加薪房价太贵了。啊，我在三线城市啊，嘉兴是二线城市啊，我不配待在这种高级的地方，那边房价要20000多，太贵了啊。反正我一直对很多帖子说，不要老是持仓，尤其是新手，你赚了感觉到位置高了，那就先走掉，等下一波调整完毕了你再进去，往往这样对于散户来说啊更容易赚到钱。但很多帖子就不信，对吧？哦，这饼怎么烙啊？哎呦铁子，我现在就跟你们讲这饼也怎么烙啊。我让我老婆烙的，就特别简单。我今天下午3:30的时候，我还在开车嘛。我今天早上9点，我开车去无锡的，中午在那边吃顿饭，万象城吃了个饭。吃完饭，下午逛了几个商场，觉得有点累了，然后下午有点想打瞌睡。然后呢，我去那个瑞幸咖啡，瑞幸咖啡真是好地方。你有一段时间没吃，他会给你发那个优惠券，一般有4几折的、4、8折的优惠券。一杯30块钱的咖啡啊，4、8折优惠券打完以后就15块钱。15块钱，我今天点的什么呢？我是丝绒拿铁，送拿铁一边喝一边就是开高速回家。然后呢，我半路就想到了，我想吃那个京酱肉丝卷饼。后来我就对我老婆说，我要吃京酱肉丝卷饼，她今天就给我做出来了。至于做法呢，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对我老婆说了一声，我要吃这个，就是她就给我做了，特别简单啊。说到这个丝绒拿铁啊，这还里面还有一个笑话，因为我不怎么在外面喝饮料的，知道吧？因为我不大喜欢通过物质给自己带来快乐。喝甜品、喝奶茶确实能够短时间让自己很有幸福感，但实际上呢，你不喝又没有幸福感，这就是人世间的无常。我就追求这种啊，时时刻刻都能有的幸福感，对不对？曾经有帖子对我说过，你是希望成为亿万富翁，还是希望在直播平台上，中国最著名的直播平台上拥有100万粉丝、100万关注？我头也不回就对这些就这个人说，我希望我拥有100万粉丝。为什么呢？钱你能花得完，它其实并不属于你，你钱只有花出去了，这钱才属于你的，因为你把它花了，你换成你想要的东西了，对吧？你有钱再多也没啥用，还不如有个100万粉丝的直播间呢。后来我就点了丝绒拿铁，我觉得很奇怪啊，我每次去瑞幸啊喝的咖啡啊，总是前面喝的10口左右啊，就是非常非常甜。越喝到后来味越淡，就甜味又没有了，越是苦。后来我们群里妹子就笑话我，哈哈哈哈，她说你得喝前得摇一摇的呀。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她只往里面打的那个糖浆啊，你拿走的时候呢，有段时间不喝，糖浆都沉到底上去了，所以呢你吸管沉到最底上的时候呢，刚开始啊她喝的都是糖浆啊。原来我就搞明白了。
虽然我跟你们说这个呢也不是白说，铁子们你们悟了没有？就是说生活啊，你一辈子快乐就这些，就像奶茶或者是咖啡里的糖浆一样，你要是早些几年把这个甜都喝完了以后呢，后面只剩下苦了。为什么要摇一摇让它均匀，对吧？悟了吗铁子们？要多搅和搅和这生活。铁子们要是有钱的时候呢，也不要这个钱乱花。为什么呢？留着以后用，实在用不了了呢，可以找几个网络主播刷一刷，这个叫先富带后富，明白了吗？对吧？当时都说好的，让部分人先富，然后呢再带动以其他人富起来，怎么到了现在先富的人就不愿意刷了呢？啊，直播平台其实就是一个财产重新分配的平台，先富带后富效应特别明显啊。食不我待，这个卷饼啊就已经吃了三张了，后面还能吃一张，我最后一张就不吃了，一会儿这张留着喂狗，等会儿啊喝两口茶，卷两个饼子吃就完事儿。好吧，帮个忙，12个葡萄，帮我剥好皮，然后帮我酸奶拿过来。吃完饭聊个15分钟天，然后呢，我吃盒酸奶。我吃酸奶呢，我吃什么酸奶呢？如实，就那光明的这个如实，知道吧？这接下来不是广告时间啊，我喝酸奶只喝如实，为什么呢？一，它容易买到；二呢，它不含任何添加剂。首先啊，喝酸奶的时候呢，有很多啊，就是那种奶粉发酵的。复原奶我是不喝的，生牛乳发酵不含任何添加剂，不含糖，这样才对身体好。然后这如实里面它不是给你一包什么蜂蜜啊，我是从来不用的，就直接就扔掉了，因为它那个热量很大。我怎么吃呢？就是这个如实如果不加糖不加蜂蜜的话很酸的，我教你们啊，往里面塞葡萄，我一般一杯如实12个葡萄，葡萄裹着这个酸奶喝啊，刚入口是很酸的，然后呢这葡萄你要一咬啊，这葡萄汁就渗出来了，葡萄汁渗出来的是酸酸甜甜的，正好带给你一个从酸到酸甜再到甜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过渡，那个口感啊奇佳，就像在嘴里啊爆炸一样，特别好吃。这个我喝的什么水啊？跟铁子们讲啊，其实我呢不喝那个，我以前想家里弄一个就是高档的那个反渗透净水机，比如说那个莱克的碧云泉，但现在也不买，为什么呢？我就感觉啊，我每天啊，因为如果你家里有了一个这个莱克的反渗透净水机，那你就自己家里有水了，那就基本上每天可以，我现在基本上每两天去买一桶水，农夫山泉啊，或者是那个怡宝，我们这边怡宝比较便宜，9块钱是5升装的，然后农夫山泉也是将近9块钱吧，是4.5升的，对吧？但你为了出去买啊，总得走走路，你别小看两天或者一天去一次，去拎一桶水回来，这一时间长了也是一个蛮好的运动项目，散散步。所以我自己家里啊就不买那个净水装置，对吧？就基本上就喝那个5升装的那个饮用水，然后也不买大桶的，那大桶的其实也不干净，你要喝很久。
算过了，我差不多一个月是18桶水吧，基本上是一天半一桶水，就是只顾得上我家里的我和我太太的喝水啊，然后呢其他呢有时候要用一些什么水啊来做饭什么的，基本上都是用那个必然得的滤水壶就行了。那接下来呢就等我老婆给我那个葡萄消毒好，给我剥好葡萄，咱们吃一个酸奶。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每天吃一盒如实吧，这如实呢一般超市里卖9.5块，有的呢批发超市呢卖9块钱，我一般呢在网上订，在那个网上有个专柜叫光明随心送，也是个官方旗舰店，他有时候参加官方的活动啊，是12杯如实啊才76块钱，算下来只要6.5块一杯，那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安慕希啊不一样，安慕希和那个如实不一样啊，安慕希里面也是有添加剂的，如实这里面是没有添加剂的，所以呢它的保质期啊相对来说都不是特别长啊。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如果你以后有帖子问要哪个城市发展比较好，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没有意义，因为对我来说呢，如果我有钱我情愿去投资，因为现在房价你不可能指望像以前一样，你一套房子一买5-6年以后你翻个4-5倍，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你靠房子靠城市的发展去让房价升值，这是很难的，几乎不可能。那既然那个房子升值不可能，那你这个买这个房子住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就为了住着舒服呗，对吧？那就你看，你想住那个大平层的，那你就去买大平层。如果呢你是想要院子的，像我和我一样就买套带院子的，如果你是像经济适用的，就买套70-80平方的住住就得了呗，是吧？优诺呢它是不是所有地方都买得到，就比如说优诺呢一般是华润万家里面能买得到，但是别的超市呢就买不到，就算在江浙沪也是的，对吧？你买优诺的优诺酸奶，有可能你这顿买得到下顿买不到，那还是没用。优诺呢其实是8块钱一杯，量少一点，也是没有添加剂的，口感呢没有那个，它里面放了那个香精嘛，它口感是没有那个如实啊这么酸，但是它因为放了糖嘛，所以它毕竟会有一些热量在里面，也不能多吃，吃了会胖，尤其晚上啊。所以我想问一下，今年中秋国庆有多少帖子会有长途的旅行计划？有的话扣个1，没有的话扣个2，对吧？我要了解一下这个市场，因为我现在呢也在投资几个消费的票，我想要看一下有多少人愿意出去旅行，是吧？沙漠这个月去过了，前段时间去的，这个月没买太多东西，这个月大概就买了大概500-600块钱的东西吧，买了560块钱的。今年那个山姆是第1.5年的会员了，今又续了那个一个卓越会员，上个月刚续的吧。然后呢续了卓越会员以后呢，找了一个我们群里比较有消费力的妹子，就把副卡丢给她了。为什么呢？这样的话双赢，妹子嘛就不需要自己花钱去办这个会员卡了，然后呢我呢能得到这个消费力比较旺盛的妹子的积分，有时候呢我用不到的优惠券我有时候也丢给那个妹子1-2张，这样的话就双赢了嘛，是吧？她能省钱不要掏钱会员费，我能够多积点积分，因为副卡的积分也算在主卡上的。出门必须报备啊，今年单位不让出示，那得了，我投资了一个上海本地的一个消费类的商场的票，节前呢有些微跌，我就是博塔今年商场啊，上海本地的商场啊，因为没有人太多人愿意出行，然后呢有很多的就是江浙沪一带的人也没什么地方去，因为往南方去呢比较危险啊，
所以呢都最近只能在上海周围逛逛，所以上海的商场应该是会生意非常好啊。什么豫园股份不错，豫园股份它是沾的那个酒，知道吧？年初的时候跟着我们大群里大哥玩过豫园这个票呢，因为他有投资那个郭广昌，他有投资那个舍得的，所以跟着酒类一起赚了点啊，没几个涨停板，现在后来就赚了点钱就走了，后来因为酒类现在这样，这个票也暂时也起不起来了啊。所以你看它现在价格嘛，11-12块上下波动，没什么大意思。如果做这个票的铁子们，就是我今天也好好劝劝你，这票不行啊。商场那你也没地方去呀，你也没地方去呀。好，铁子们看看茵茵啊，吃酸奶啊，增加一些那个肠道的活性。那我老婆呢给我那个剥葡萄，我葡萄呢就是一般我老婆会帮我剥好。夏黑啊，这不是夏黑，是那个我们这边叫飓风，东北飓风，6.99块一斤，就买便宜的。飓风贵的时候呢卖9.99块，我老婆呢也有一杯，也剥了啊，消毒泡水剥皮啊。然后呢我怎么吃呢，就着酸奶吃。我的酸奶呢是没有糖分的酸奶，他给我的那个香精料包啊，我也不往里面放，很酸怎么办呢？和葡萄一起吃。秦王的季节已经过了，这一波现在外面卖的秦王都是那个就是江浙沪版的秦王啊。你酸奶要吃的话，冰箱你自己拿啊，因为冰箱这次酸奶囤的挺多的。我帮你说啊，他在网上买的这个版本的酸奶好像和那个超市里的有点不一样，你对比过就知道了。超市里的那个买的那个版本，它是盖那个盖啊接的很厚，然后这个呢有点稀。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啊，但基本上我相信呢也不会差的太多，对吧？他那个就是你在超市买的9.5块的那个如实啊，每次奶盖揭开以后，它上面顶上那个铝箔上接的奶盖特别厚。但是我在网上光明旗舰店订的那个酸奶啊，它6.5一杯的，一模一样，但是它每次上面结的奶盖就很薄。这个如实虽然6.5，但是也是如实啊，一模一样的啊。好，铁子们，教你们这样吃那个如实酸奶啊，别嫌酸啊。一颗葡萄，两颗葡萄，我一般呢往里面一次性放3-4颗葡萄，然后葡萄裹着这个酸奶，这个吃法是我独创的，我准备做个 vlog 放在 B 站去啊。然后呢每次呢就是一口这个如实酸奶，它因为很凝实啊，就裹着那个一个葡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个酸奶本来很酸的，但是那个葡萄呢酸甜的，这样进嘴里以后有3个过渡，一个酸，一个酸甜，一个甜，有一个非常绵密的一个过渡，非常非常舒服。然后最后你吃到嘴里啊，就像有点像爆炸一样。刚开始进嘴有点酸，因为酸奶酸味儿。然后一咬呢，这个葡萄汁水就出来了。这时候呢，会有从酸过渡到半甜，再从半甜过渡到甜。不要买太甜的葡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渡太过于那个速度，过渡的速度太快了，
要就要买半酸半甜的葡萄，配这个酸奶吃，那味道极爽。铁子们试试啊！就这葡萄呢，就买那个6块多的那个飓风就行了，东北飓风啊，东北飓风特别便宜。铁子们有什么票呢，都可以私信告诉我，我也帮你参谋参谋，对吧？我觉得好的呢也上一点，跟着铁子们一起上车。但是呢这个票好票不好啊，我自己能看明白，那我阿英啊，我自己能把持得住，我能把握住啊。这个市场啊水很深，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一套鉴别的一套那个操盘的，有一套体系，这套体系可以帮助我们去鉴别出不好的票，然后呢只留下好的票，就像一个沙漏一样。这味道真好，我现在每天我最喜欢的一段时间就是晚上吃完饭以后吃这个葡萄果酸奶，哎，那味道特别棒，每一颗啊就像一颗深水炸弹一样在口腔里爆炸。新疆将来铁子，你说这个票我们已经做了有半年了，你现在才做？我们群里的大哥带着我们，你说的这个票啊，我们从6块多就开始做，后来一直做到11块，都翻倍了，你现在才玩。当然铁子要是说，你既然说到这个票啊，那说明你铁子的水平还行，你可以在后台啊给我私信一下，我可以考虑把你拉进我们的一个小群里面，下次也可以带带你啊。或者互通微信，对吧？因为我们呢不是说就是怎么样啊，只要都是同道中人，既然都是同道中人，偶尔联络一下切磋一下也是可以的。哎呀太舒服了呀。那接下来呢这个小院啊就会经常用了，因为它天气适宜了，现在外面的温度呢基本上到这个时点25度左右，蚊虫又少，要是蚊子过两天就不多了以后呢也没关系，我这个边上可以把那个蚊帐啊全部4片蚊帐都挂起来，这样的话蚊子又进不进来了。深圳小花，哎，小花来了，对吧？小花最近有去山姆吗？山姆里面最近出了很多素食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听看他们老是排队啊，我们这边山姆啊现在排队排的最长的是什么队呢？就是那个什么，有一个什么牛排，惠灵顿牛排，他们有试吃的，哎呦，每次都是排队排老长了，199块钱惠灵顿牛排，我就笑死了，这种东西不是现做烘焙的，他妈都是真空包装速成的。对吧，到家加了一下怎么可能好吃啊？你给我工具试试看，我们群里目前还没有人买。谁来了？哦，说到这个，不管谁来了就希望啊，这个鲨鱼还能就是工作特别辛苦，还有很多就怎么说呢，就是特别操心的事，晚上要注意睡眠。因为最近我听到啊，就是在一些音乐板块有一个叫什么鲨鱼排排啊，好像排排，听说他们那个就工作因为特别辛苦啊，他就猝死了，对吧？这个是咱们平台的一大损失。排排我以前也是有听说的，好像是有几个妹子的负责超管啊，肯定是主播就是
就是说实话，这个工作不规律吧，生活不规律，生活不规律啊。哎，所以呢，就是希望超管还是要工作和娱乐，包括生活修养啊，要还是要处理好这边里面的关系。嗯，对，给工作在第一线的那个，就是辛苦工作的过街的这个鲨鱼啊，就是送个祝福啊，送个祝福啊。这事儿又不是我编的，大家都知道，都知道，啊，我现在也不是八卦主播，但是该知道还是知道的，对吧？这是真事儿，这是真事儿啊。但是好在呢，不是在公司里的促的，是在自己家里，就也算不了工伤。是吧，这样的话就对于公司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不然还得赔笔钱，对吧？嗯，但是就是超管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业，因为这正是有坐班以外，其实下了班还要处理很多的事务，因为你负责的那个主播很多都是在深夜那个工作的，深夜直播的，一直播可能有些什么问题，半夜都可能找你，对吧？所以这怎么说呢？就确实比较辛苦啊。我作为一个平台主播，虽然是现在并没有签约主播，但是还是为平台的利益着想的啊。就比如说。做我的那个负责超管，你就相当于来说比较轻松一点，因为我都是在既正常的人为活动的时间进行工作的，有什么问题呢也都是很早，就8点钟之前或者早上午间通过联系的，通过微信。但如果像老二和老三那种生活的方式还有他们直播的方式，那基本上都是非人的一些工作时段，就有点像那个蝙蝠，对吧？有点像蝙蝠，所以呢，这种蝙蝠类型的主播呀，做他们的那个负责超管就特别特别的累，特别的累啊。所以呢，这还是个人有个命，你看你负责的主播是什么样类型的，就比如像我基本上现在几点钟啊？大叔咋了？我就跟你说啊，主播一共有两种，第一种直播是为了赚钱，怎么来钱怎么播，不赚钱就不播。还有一种主播呢，是因为啊有一种需要，通过直播能够满足他这种需要，所以直播不管来不来钱，有空就会播一下，明白了吗？所以你看一家直播间啊，你经常看，你能分清楚这个主播是哪种主播。是图财的主播还是图个乐的主播，大家说我是图财还是图乐的，是吧？就是说有些主播啊，他那个直播呀全程啊被弹幕压制，被弹幕带节奏，他其实内心啊是非常愤怒的，但就看在这个钱的份上，他就忍了。一旦直播间没有什么太多钱的话，他就没有必要去忍。但有些主播呢，他直播啊能够得到乐趣，对吧？啊，我就图个乐。铁子们明白了吧？哎，明白就好，明白就好啊。哎，最后三颗葡萄，为什么12颗葡萄呢？我算得很精确。12颗葡萄刚好把一杯如实酸奶全部裹完吃完。我就跟你讲啊，历史上我研究过，是数学家，真正牛逼的数学家和物理家都是乐于此道的，他就喜欢研究这东西，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职业，你懂我意思吗？就比如说我也不是喷水啊，就是我们国产啊有一些所谓的数学顶尖的人士，他其实呢研究的都是，他就是为了图那个参加比赛，
他要在比赛里拿名次，他研究的都是比赛数学，除了这个比赛以外能拿到名次以外，实际上靠那个学术研究啊，一辈子也没什么成效，有的都已经好大年纪了。你去看看国外真正爱好的那些数学家，爱好的那些物理家，人家就是从来不参加什么比赛的，就是想研究，就喜欢这个行业。那主播等级啊，人啊，贵就贵在能保持生理年龄，今年40，明年38，这是最好的。同类可推，主播等级啊，如果能够有上有下也是最好的，知道吧？生活就像炒股一样，不可能只涨不跌。我们目前直播间，一在返老还童的过程，二在经历一个调整。只有调整调好了，能深蹲了，才能更好的上月。调整，而且只是个很小的调整，就相当于你一个票70块钱，现在调整到68，这是属于非常理性的小调整，不要慌，是在调整。调整好了，继续往上。没毛病，对吧？只要啊没有被挂警示的 ST 标就行，咱们现在直播间还很正常，没有什么 ST 选到瑞三口之家，这就 OK 了啊。是吧？就算 ST 了也不用怕，为什么呢？破底翻，知道吗？有一种票叫破底翻。去年跟大家讲的舍得，原来也就30块钱一个 ST 票，后来都涨到过255，对吧？怕什么呀 ？ST 也能发光，能摘帽就行啊。啊，就陪陪你们聊聊天啊，这个晚上了，太晚了，我还要去遛狗什么的，晚上把这个桌子收拾了，我进屋要休息一下遛狗啊。这酸奶太浓稠，最难的就是把底刮干净，你总会感觉永远刮不干净，但是你为了最后留下一点点去刮个半小时啊，你也不值得，所以该放弃的还得放弃。铁蛋，你们悟到了吗？我说了什么呢？就像比较浓稠的酸奶，它底上的那个顺余的酸奶渣，你可以花1分钟时间把它刮得相对干净然后丢弃掉，你也可以花30分钟把它刮得相对来说很干净，但实际上你就多花出去的29分钟，你刮出来的酸奶其实并没有多少。我们做事相对来说要图效率啊，不要图极致。好了，那个晚饭吃到这边了啊，今天晚饭播到这边啊。